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，今天我們的嘉賓是袁富華先生。 Hello 大家好。 Ben Hello。 看你的文章看得多，但是真的第一次跟你聊天就真的是第一次咯。那我應該說我看你演出都看很多了，不過真的第一次真正坐在跟你聊天，真的今次是第一次，很開心可以見到你。我也是很開心。剛才呢我們在聊天閒偈的時候我有想過說我們怎樣聊呢，今天這個聊天，你又想了一樣很好的一個 timeline 這樣聊的，是不是就是過去、現在、將來這樣的。那我很想很有興趣了，知道你過去過去，我過去其實沒什麼特別的，就是一個從來由我不知道劇場開始的時候我一個傻仔這樣。即對於或者說劇場會客室，就是為什麼對 我想說說我為什麼對劇場發生興趣。我在這裡要多謝我媽咪。我媽咪呢其實她不是劇場人來的，她又不是文化人，她只不過喜歡看戲。咁巧好多年前咧，利舞台有一班電視藝員咧，就喺利舞台做咗一個叫做《橫街窄巷》嘅舞台劇。咁其實係嗰陣時咧係電視劇嚟嘅，只不過濃縮咗將佢變咗做《橫街窄巷》。咁我記得有邊個，有梁天叔啦，有石修啦。咁我其他唔記得，我最記得係呢兩個。咁你喺你在電視看完這套戲，跟住你再現場去看，哇好犀利喎。咁由嗰時開始就直跟咗喺度，但係一路都冇機會接觸嘅。你講嘅犀利係咩犀利？係嗰種佢同你，如果今日嘅語言嚟講，就係佢可以同你直接溝通嗰種犀利。即係嗰種我係感受到佢喺現場散發嘅一種我哋而家叫做嘅能量。我嗰陣時唔知係咩，細個唔知係乜嘢嘅，因為你睇完電視，你係單向噶嘛。但係你坐喺個利舞台上面，雖然係好高，坐嗰陣時我哋叫做超等，即係而家嘅 balcony 咧，坐喺好高，五蚊飛，媽咪帶我去睇。其實佢去睇明星嘅，咁但係我去睇嘅時候，哇，好犀利啊！點解可以咁樣嘅？阿梁天叔做嗰個花旦英咁做，哇！我成日睇到如痴如醉啊，但係隔了很久之後，我都不知道那樣是什麼來的，即是不可以說得出是叫做什麼來的，原來叫做話劇。很後來我才知道叫做話劇。在這個炸彈呢埋在裡面的時候呢，很多年之後，因為為什麼呢？因為家裡其實那時年紀比不是年紀，而是家裡的家境呢比較清貧一點，因為爸爸媽媽都不識字，爸爸是做苦力的，即是現在講的叫做孤勒啦。咁而家都少咗啦，其實。咁媽媽都是一個識得幾隻字嘅人。咁當然不會咁有文化，但係你睇譬如阿後叔啊，嗰陣時佢哋中早前身嘅中英話劇團去做嗰啲咧，佢只係帶我睇明星。咁但係呢個炸彈就中咗喺裏邊。咁到我出嚟做嘢，好似講得好亂咁樣。到我出嚟做嘢嘅時候，有一日行過置地廣場，咁啊見到有班傻佬喺個圓形噴池嗰度上邊好大聲咁度走嚟走去。咁當時有邊個咧？見到嗰個叫做張我堅，而家先後屘先知叫佢張我堅。另一個係影響得我最多嗰個人就係李振洲，佢哋做緊一個好似係叫做最佳禮物。是那陣時中英是 Bernard Gross 啱啱嚟香港，咁就佢將個劇團嘅人咧擁咗去做一啲好少嘅嘢，而去訓練一班演員。咁巧我行過嗰度，見到呢兩個人做緊一套話劇喺個圓形噴泉嗰度，我又係如痴如醉。嗰陣時啱啱我讀完中五，因為冇得再讀落去啦。OK。咁佢做咗喺中環喺某一間啲 insurance broker， 即係啲保險中介公司咧，去做類似啲後生咁樣咯。咁啊啱送信行到去嗰度，咁我見到完，哎呀，好得意哦！
啊，我以前細個睇過噶，類似呢啲能量又好熟悉嘅能量，我又見到啦。咁嚇，咁呢條筋撩咗嘢出嚟啊！咁咁點解又會實行咧？咁就因為又再講翻轉頭少少嘅咧，就係嗰陣時我哋升中試，即係我讀書嘅時候升中試嘅，即係唔係而家九年免費教育嘅。咁如果你好彩，我就僥幸可以升中試過到一個關咧，就可以讀到中三就免費嘅。如果冇呢個咧，屋企都冇可能再供到你讀中學嘅。咁有呢三年咧，咁啊喺屋企都好啦，繼續讀埋嗰三年，因為屋企兄弟姊妹多。我兩個哥哥都是讀到中一二就已經冇得讀，咁到我好彩讀到中三，咁去到中四、中五都想繼續，自己都想讀，咁但係你冇可能，咁我媽媽就諗咗條橋啦，咁啊，你跟我去做清潔啦，咁好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啲學費啦，咁又係啦，所以即係中四、中五嗰兩年其實係半工讀做，咁讀到中五之後，跟住就。冇可能，一定要出嚟做嘢啦。咁啊，做咗一個後生咁。咁點樣實行呢？因為你讀中四、中五嗰年嘅時候，你好充斥啊！嗰個時間，你翻完學嗰陣時，仲係未嘅全日嘅上下午班。你上午翻完學，下晝咧你做功課，跟住夜晚咧就去翻工。咁我曾經試過就係、是，我唔知道你知唔知而家港澳碼頭啊，即係而家順德中心咧、哦，其實以前咧係平民夜總會咧、哦，等於好似而家廟街嗰啲咁樣。咁、okay. 每晚咧就喺對面斜少少啲深融行嗰度咧，就推架車出去同人哋推架車出去嗰度，跟住晾起佢擺檔嘅，咁、樣就晚晚如是。除咗打風落雨。是賣嘢嚟講，賣乜嘢？賣嗰陣時未有某啲成衣店咧，即係而家嗰啲左乜嘢啊、布乜嘢啊嗰啲咁樣未有嘅。咁好多時都係啲成衣，咁好簡單嘅啲 T 恤啊，咁喺度賣，咁即係你洗完又甩色啊，洗完又歪啊嗰啲，質料好差，但都好多人去買，因為平。咁啊，就去賣啦，一個月都有幾百蚊嘅，咁已經可以交到學費嘅。嗰陣時好犀利噶啦，咁但係你就慢慢如是啦。但係你邊有時候做功課或者温書啊？冇啦，咪用下晝嘅時間咯，用曬下晝嘅時間。我哋翻上晝，你唔係啊？嗰陣時冇噶，我淨係翻嗰間學校係威靈頓，而家冇咗啦。威靈頓書院咁啊，係上下晝，咁啊翻上晝。如果我唔好彩翻咗下晝嘅，咁咪放咗學去咯。咁啊上晝早啲起身做功課啊，温書咁咯。咁所以啲時間就好充斥噶啦。充斥完的時候咧，到我出嚟做嘢嘅時候，咦死啦！夜晚啲時間好得閒，好空虛啊！好空啊！真係啊，係啊，好空虛啊！咁就精力旺盛噶嘛嗰陣時，喺嗰陣時都係未夠20歲啊嘛。咁我住喺西區嘅，咁咪有一間，咁我第一個入嘅，咁就揾啲嘢玩啦。咁啊，不如試下玩下。可能玩下劇啦，嗰啲潛藏嘅 energy 即係知道佢喺度咁。咁我第一個入嗰個劇社，佢就魏津，即係以津化境嗰個津咧，自從。咁就喺而家西邊街，而家仲喺度嘅嗰個 building 又係紅磚屋嘅，以前嘅贊玉醫院咧，即係好多年前嘅贊玉醫院咧，喺西邊街同埋第三街、第二街交界嘅一個紅磚屋。咁係社區中心咁喺度做咗兩個戲。好得意，我都得意喎！嚇，喺嗰度做，覺得好似自己好有天分。即係入到去，都有好多戲做喎，做過幾個月都有好多戲做。咁做完呢個戲之後，咁跟住屋企嘅居住環境有變遷。變遷就抽到一個叫做居住有其屋，咁入咗而家嘅大圍。咁嗰時我入去嘅時候都幾荒無下嘅，大圍咁變咗沙田友喎，變咗沙田友。咁巧啊！呢、這個又我開山一個即係我估佢係一個伯樂啦。咁啊，佢叫做郭德順。
以前在香港話劇團做過的，而家唔喺無線做戲。係啦係啦，郭德順咁喺度都多謝佢一聲。咁佢我排咗佢一個戲，佢嚟導一個戲，咁做完之後，喂，不如你試下去做做啲好啲嘅咁啊！啱啱啊，我係沙田話劇團啊，蔡石昌揾我做一個戲，咁我唔得閒，我介紹你去做啊！咁咁巧我又搬咗入沙田，我覺得呢啲係緣分。咁啱我搬咗入沙田，咁我又咧試下咯，淡粗粗咁。咁嗰陣時三頭馬車，我知咩都唔知嘅。咁有阿蔡石昌啦，有阿、啊。張炎祥啦，同埋阿張炳權老師咧，咁我做佢哋第一個戲就叫做佢哋嘅第一個戲係我係沙田友，但嗰陣時我未入嘅，咁跟住再入去就做咗兩個戲，一個叫做乾坤協奏曲，就係蔡石昌導嘅，就係張炎祥寫嘅，另外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叫做每一個晚上，就係、是、方敬生寫嘅。咁就由阿張炳權導嘅，就兩個係截然不同嘅風格嘅戲嚟，因為比較係naturalistic， 即係寫實一啲嘅温情喜劇。每一個晚上就講啲屋村嘅事件。咁我入咗呢一組，咁其實我兩個嘢都有做嘅，只不過另外一個比較劇場形式一啲嘅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只係做一啲 chorus 嘅咁樣啊，咁都好得意嘅，因為即係隔住去做，同埋我哋係入去啲社區會堂度做。咁啊，第一次見到一啲而家其實講出嚟唔係好新鮮嘅，就係、是、一啲Arena 嘅 theatre 啊，只不過就係我哋好近觀眾咁去做，而家等於好似入 school tour 去做學校巡迴咁樣，好近觀眾。但係嗰陣時好新鮮噶嘛，好，我好記得我第一次個感覺就係話，我自己好大言不慚，我話。觀眾咁近就唔驚嘅，我唔驚嘅。我嗰時做麥高里咧，啲觀眾坐喺面前，我都係咁樣做噶啦。即係而家嘅麥高里小劇場，點不知原來係完全唔同嘅一回事嚟嘅。你麥高里你會知道就係啲燈打落嚟嘅時候，觀眾都係陰陰暗暗，你未必睇得到。但係你去到啲社區會堂嘅時候，你喺度做嘅時候，可能阿陶小條真係坐呢度咁睇，你望到佢，佢撩下個鼻，你又睇到佢拗個頭，你又睇到哇！我第一次做嗰陣。我睇一場戲，佢話：好驚，好驚啊！成身汗，本身個人有大汗，我翻嚟去，咁其他嗰啲阿黃美秋啊嗰啲咁嗰啲，你做咩成身？係啊，成身汗啊，係啊，好驚啊！原來咁近嘅喎，原來見到佢哋係好驚喎。啲觀眾都睇到你啲汗係。觀眾係啊，咁我覺得嗰陣時係一個好好嘅、好好嘅訓練咯。咁即係。講翻過去，我覺得有好多人都要多謝嘅，就係呢啲我提得出名嗰啲人，我覺得都係要多謝嘅。咁去到呢度啦，跟住我入頭嗰份工作其實已經轉咗一啲，就比較我去咗一間中資公司度做，就係、是、叫做德信行。在華潤，而家喺華潤嗰度嘅，咁我入咗去，咁就呢個等下再講點解我會提呢、這、一個。咁好啦，去到跟住喺沙田灣嘅團，因為做多幾個戲啦，咁啊，佢哋又覺得我幾做到戲喎。咁啊，跟住一個轉捩點就係阿杜國威嗰陣時仲教緊書，寫咗一個劇本，就講社工嘅。我同社工同埋一啲不良少年嘅關係，那個戲叫做前幾年都再重演過，叫做《沙角月明火炭藥》。咁就係講一啲社工落區，跟住同啲不良少年咁樣點樣發生嘅一啲事。咁我做咗一個其中一個不良少年嘅頭，叫做阿瑩。咁做完嗰個之後咧，佢哋都覺得啊，呢個人都做到戲。sorry， 咁跟住有個人就攞咗一份啲招聘廣告。咁佢話：，喂，中英請人喎，中英請演員啊！哇，中英喎、嗰陣時 ，Burning Cross 帶領中英劇團喎，嗰陣時李振洲、孫慧芳、羅正文。龚國強、
甚至乎而家好少露面嘅平西，張可堅、鄭寶芝，可能我講漏啊嚇，哇粒粒都係劇場嘅星啊！我哋嗰陣時嚟睇，佢哋做嘅係咩戲啊？陳君潤譯嘅《Twelve Night》十二夜，譯咗做元宵，擺咗一個唐朝時代嘅莎士比亞劇，喺而家嘅林伯恩電影院咁細嘅劇場做沙劇，我再去睇，哇！嗰種詩意瀰漫到成個林伯恩電影院，我話哇好厲害！跟住去睇佢希春酒店。哇！嗰啲 ensemble 嗰啲 energy 係咁一嚿一嚿咁彈過嚟，跟住又再睇女大不中留，孫慧芳啊，個人都即你會見到嗰個戲嗰、那個劇裏邊有主角有配角，但你唔會 miss， 你唔會錯過任何一個演員，即係每一個都係有光亮。哇！我覺得。呢、這個就是劇場俾到你在當陣時嚟講，我覺得劇場應該是要咁樣。每一個演員都是發光發熱，冇唔重有唔有細嘅角色，但係冇唔重要嘅演員。呢、這個嚇、好犀利。咁跟住我哋圍內嗰一堆覺得呢啲係高不可攀嘅演員嚟嘅，甚至乎當年我哋去睇。香港話劇團的時候都是很 admire 的，即係好仰慕的。嗰時有羅冠蘭，有歐嘉文，有盧偉爾，有好犀利，見到他哋喺個台度。咁我自己都講，我話我有朝一日我都要企喺一個台度作為一個職業，或者作為一個事業。嗰時好單純咁去諗。未想到是事業，我要做一個職業演員，我要站在那裡鞠躬被人拍掌，這樣這個當然是想一下啦，當年我又試一下啦，好啦。那那時候中央劇團在哪裡呢？在這個現在的藝術中心。咁我頭先講，我轉咗個份工作，都係喺港灣道，就喺華潤，就喺華潤。咁港灣道喺呢度。咁、那、嗰個人俾冇人認我咧嚇，截止日期係27定咩？12月27。咁我嗰日放緊假嘅喎，嗰度25號係公眾假期嚟嘅喎，我哋就做緊咁點？咁我好心想一樣，有啲嘢你自己要行一步嘅啫。我咪27號翻工嗰日，自己寫咗第一封信，咁就由港灣道咁砰砰砰砰砰咁行過去，我哋真係交上佢嘅 office 12樓。咁交上去，咁其實個心係諗乜嘢咧？佢哋未必揀到我嘅。我希望佢哋有啲乜嘢 freelance 或者係有啲唔係咁重要嘅角色，等我可以去試一下。咁因為佢哋有時都需要，因為佢哋嘅主力演員睇得咁多，咁可能有啲 show 佢有啲演出，可能有啲側邊嘅角色。他覺得你啱嘅，佢就俾你試下，佢哋一個 ensemble 去做。我諗住係咁樣。即係等人知道你嘅存在嘅。係。咁都唔係呢個嘅，唔係淨係存在嘅，真好渴望好想去做，去試下。見到一啲咁 ensemble， 即係咁合群嘅一啲戲，你就算喺度佔一曬啲嘅，好少嘅角色都。即係就算嗰陣時阿盧俊豪啊，都係喺度做僆仔，而家好朋友嘅一個。他都是在旁邊在做，他在做希春酒店的時候，他都是在旁邊做那四個兒子走出來，出來就做完走了去了，做那幾個姑娘走出來，這樣就出了。但你都看到他的，即你做那個你都會看到有這幾個人的存在的，即不會不見了的。即我覺得劇場就是這樣，出得來的時候就會被觀眾看到。咁我都係想啊，佢揾到我，我就去做下呢啲，咁去感受一下，同埋學下係啲乜嘢。點不知啊？飲啖水先講呢個。呢個係我人生嘅轉捩點嚟㗎，呢個一定要講㗎，改變咗我一生㗎。好。
好激動啊！你而家仲激動我呢？咁多年後都仲激動嘅。唔係呢個人激動。要紙巾？唔好意思啊，直播緊冇文，我都要笑。點知佢真係揾我去見，即係揾我去見。咁揾我去見，咁我死啦！叫我預備一啲嘢喎，咁我就預備。好啦，好啦，咁點知佢見嘅時候係咩？同埋啲咩人一齊咧？佢哋嘅方式好得意，佢哋而家就好普通啦。即係佢嚟到，佢唔係逐個入房咁樣，人哋做啲咩嘢？你成班人入嚟先。咁啊 ，Burner Gross 咧就叫同我哋玩一啲 theater games， 而家好簡單啦。而家其實，但係當年嘅時候，咁而家我知道佢想做咩？佢睇下你嗰、那個。give and take 嗰個能力喺邊度？你 O 唔 open？ 咁我一個傻仔咁樣，我咪佢叫我做乜，我咪做乜咯。拋波我拋咯，嚇你叫我行我行咯。咁我好啦，咁做。咁其實個心好驚，因為當時一齊嘅係啲咩人？係第一屆演藝學院嘅畢業生。有鄭以差啦、陳麗珠啦、陳永泉啦、張達明啦，我有啲我唔記得咗名，總之係第一屆嘅畢業生。一起去做，咁我就都心諗，打定輸數啦，冇啦，人哋讀咗咁多四年，讀咗四年去一齊 in 嘅時候，你叫我點知又有 second in 喎？佢叫我即係又有第二次 interview， 但係呢個就隔咗好耐，因為 Bernard Goss 咧隔咗差唔多半年，因為 Bernard Goss 有病，喺個年代佢 rerun 呢個Missing Life Stream。Missing Life Stream 即係仲下夜之煙咁嘅時候，佢其實已經個 cancer 好。我後屘入中英嘅時候，我聽翻佢嗰陣時排緊回温排嘅時候，已經畢緊葡萄糖水，即係畢緊一路飲緊嘅時候一路排。即係我聽翻我都覺得係，即係點解有人可以係將個生命係奉獻喺劇場係咁緊要？咁而家聽翻嘅嚇，過咗去啦。過咗我知道係。咁等咗半年，咁有啲人等唔到啊，即係咁原來佢而家聽翻嘅時候，佢係想揾三個人，咁希望兩個係演藝學院學生，一個其實已經講咗係我噶啦。嗯。即係講咗係我，只不過教咗咁耐嘅時候係，後屘到黃美蘭做 at 呢個嘅時候咧，就揀咗我、陳永泉同埋張達明三個。咁我諗呢個就已經改變咗我一生，咁令到我知道劇場係啲乜嘢嚟。佢有冇解釋俾你聽點解佢會揀你啊？即係如果你初初嗰啲，如果佢解釋俾我聽，我好驚。佢冇，因為我已經見唔到佢。你見唔到佢啦。嚇！即係到我入去嘅時候，佢已經已經過咗身，但所以先拖咗咁耐。但係佢揀，但係佢嘅遺憾就係話揀三個，兩個。是演藝學院學生，一個是出邊的，咁呢個就係呢個人。嗯，但係你唔從佢嘅渠道咧，喺其他有冇有咩途徑？知唔知點解揀咗你啊？冇啊，問唔到啊。問唔到啊，真係。問唔到，咁可能問佢哋都未必講，即係都係言談之間。係。黃清俊啊，盧俊豪啊，嗰啲講翻俾我聽。咁其實係佢哋已經知道啦。揀你啊嘛，佢已經講下沙田王子。嗰時我都唔知道我有咁嘅名字，沙田王子咁咩樣咁，係咯。咁我覺得呢個係轉捩點，改變咗我一生，令到我係我好耐都冇同人講過，係即係點解頭先咁激動，就係我見到一個劇場嘅人係可以有咁嘅對佢生事業嘅執著，而係不離不棄。去呢度，我諗佢嘅遺留落嚟嘅嘢係影響到一路喺中英劇團，影響到係到我哋呢一輩，甚至乎影響以後。係，即係我覺得，而我一路喺度成長，而係點解我今日仍然去到咁嘅年紀，我仲會跟住毅然放低我嘅工作去讀咗兩年書？其實我估就係佢潛移默化影響到我。好，咁我哋下一集就
講下我講下現在啦，你講讀書嗰啲啦，冇錯啦，係啦。咁你呢個禮拜冷靜啲。我唔係呢個係從來未講過，所以突然間嚟到呢度嘅時候就比較激動少少，唔好意思啊，各位。我好多謝你對住我同埋對住我哋嘅觀眾可以即係。真的將你的心底話講出嚟啦，好多謝你，多謝你，亦都多謝你俾個機會我去講一講嘅。我唔應該話我見到你咁激動，我好開心，但係我開心係因為你信任我，所以呢一樣嘢好開心。多謝 Ben， 多謝，下個禮拜見。係咯，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